这三四百万的车，也算不上太贵。女婿送你的礼物，收下吧。这么昂贵的车，我开会不会太招摇啊？<笑>你娶我更招摇，你不招摇大半辈子了吗？那我就爸。 还真准备收啊！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吧。我连聘礼都没有准备，一部车实在是太寒酸了。父亲大人不嫌弃的话，就收下吧。我们啊，不是贪图富贵的人家，这一点点的小心意，就收下吧，别让孩子为难。 那辆车你哪个车行租的？好吧，看来那个穿着白裙子又蹦又跳的神经病卫生巾广告，我真的要接了。 车是我买给父亲大人的，欠你的钱我也打到你的卡上了，你查一下吧。我做的事情，不用你买单。你哪来的钱？抢银行。好事你不相信，抢银行你倒是信。我可是孕妇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吓我？ 等你真的怀孕了，我一定把你放到香案上供起来。薛英，我的天！啊！我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可爱啊？啊！两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嗯。下来吃饭啊。 所以这个人是帮你的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我还没老糊涂，谁偷我的钱把我推倒的？谁帮助我，我还能弄不清楚啊？好的，婆婆，您现在需要做份笔录，然后签字。好，签字签字，哪有你们这样做警察的，把好人当成坏蛋，而且你看看，这孩子长得这么俊，一看就心地善良。对不起，婆婆。 我一定会改进自己的工作的。哼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 我正开车去你们片场附近办事儿，好朋友不就是应该经常联系吗？比如一起吃个饭什么的。今天忙，没空陪你吃饭。没关系，我等你收工。啊，我是说你今天很有问题啊，你这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。不过我今天没戏，不在片场了啊。是吗？我的座位。那也没关系。 反正我也还没过去，那就改天吧。先生，这里不能停车，这是剧组租借的车位，您不能停在这里。搞什么呀？你这不在片场吗？还没结婚吧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孙女今年刚大学毕业，一人占用摄像机，吃个饭。
亲爱的，你真棒。您就是那个被我男朋友帮助的老婆婆吧？不用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。婆婆，我送您出去吧。人都已经走了，不用这么黏着我。你爱喝的酸奶。不喝？那我喝啦。真的好喝。还生气呢？没生气。生气就生气呗，有什么好丢人的呀？上次视频的事你瞒了我，这次我又冤枉了你，咱们俩算扯平了。你好像很喜欢跟人扯平啊。错，我只跟你扯平，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一定要高他们个一丈半丈的。而且我现在还是你的房东、债主兼仇人巡视雷达，而且还欠你一部百万豪车，所以你要赶紧抓紧这个机会跟我和好。看来和好对我很有好处。当然了，走吧，请你喝石榴汁啊。都喝腻了，樱桃汁吧。那我能让豆豆改名叫樱桃吗？老板，李教授那边暂时没什么异常。雪灵桥的，前两天和今天都去了一趟警察局。警察局？因为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帮助一个老太婆，打伤了人，啊，不过今天已经和解了。我知道了，好好盯紧一点，我可不想再掉进他的陷阱。阿道相助嘛，还真是喜欢在同一个地方跌倒。是不是很久没有吃东西了？孩子，慢点啊！
欧瑞，你这包子哪买的？现在城里到处抓张宁，商铺都关门了。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儿。